你看我该怎么称呼吗？我也不能叫你随便哥啊。
们可以参与一下上电视抽奖啊。我们现在送出来的是雷波尔打火机。
气球加微信。
们别白嫖了，给你们看看我今天拉的，给你们讲一个笑话，就是1300多人的贵宾席的主播李胖是这样说的。
一定站在我的女粉丝这一边。是我这边的声卡有点问题，不是我要放屏，我不知道闭麦吗？都还听不听雷切了？咱们先雷切，然后下一个是刮胡子，好吧？
Thank you.
开始了，不要动。
我见李希安的兄弟们在公屏里面扣了一，我看一下。我咋不相信有这么多希安的？我希安的希安的。有点卡是吧？画面卡。好了，现在好了吧？刚才的话题，西安的兄弟们在公屏里面多只扣个一，我看看有多少老乡。谢谢。
是给大家抠耳朵。如果直播间里的哥哥们觉得刚才这个刮胡子感觉还不错的话，记得给多吃送点小礼物打赏一下，谢谢。前一点多的时候就结束了。雷姐是每天一点的节目，你小会儿问我雷姐。
是你换人家听，没人把你摁在我直播间里听，在这没事干，刷什么存在感？
Thank you.
就是那种人，就是超级超级瘦，所以我就希望找一个稍微胖一点的，稍微壮一点都没关系。有没有肌肉？有了当然更好，没有我也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接受特别瘦的男孩子。
我是想皮囊不达标还是啥不达标。
情。